Zhao Wei Kailing. 我要谈谈我的生活和学校生活。我家有五个人，爸爸妈妈两个弟弟和我，也有妻子妈妈和一只狗。我十六岁，我想有意大利的法拉利，可是我回得到黄色的福特福克斯。 每一天七点半，我走学校来。我和我朋友们聊天。问老师几个问题。七点五十五分，我去上第一节课合唱。 我很喜欢这节课，因为我很喜欢唱歌。第二节课是积分，不难也不容易。第三节课是AP美国历史，很有意思。第四节课我学中文，我很喜欢。 第六节课是化学，一点难，可是很有意思。第七节课是物理学，太难了。在大学，我会专业。 化学或者物理学。第九节课是英文课，不难也不容易。十点钟我会我的家，晚上我做功课。十一点，十一点钟我楼上，我楼上去。 睡觉，谢谢大家。